伦敦、巴黎、广州、上海、香港、台湾，在这些大都会的繁华背后，公共场合的盗窃犯罪亦都屡见不鲜。根据各国的综合统计，有超过 75% 以上的白领人士在公共场所曾经有被盗窃或被企图盗窃的经历。尤其在国内，你经常可以见到地铁里面的乘客很紧张地用各种方法去确保私人物品的安全。针对目前双肩背囊的缺陷，近年人气急升的荷兰新晋设计师品牌 XD Design 设计了一款雾门防盗安全背囊。同一般双肩背囊不同的是，它采用独特的后背开合式设计，拉链部分完全隐藏贴合使用者的后背，同时包装主体采用了高密度轻质的防割材料，令小偷入手无门。设计师将这种防盗神器命名为 Montmartre 蒙马特。这款背囊兼具防盗、防割、防水、减轻背负重量、夜光安全、 USB 外部充电等几十项独特功能，打造完美的都市双肩背囊概念。有没有想过一个背囊可以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你12个小时？我们的男主角 Sven 和很多上班族一样，每日上落班都要在人多挤迫的地铁度度过。由闸口开始，他就快人一步。另外，蒙马特为你贴身设计了三处隐藏式便捷口袋，让你轻松存取贴身物品，安全放心。即使在地铁这个盗窃率很高的地方，都不需要担心。蒙马特背囊的防盗性能取决于其本身独特的后背开合设计，将拉链部分完全隐藏。小偷面对着蒙马特背囊只有难题，难怪他咁悠然自得啦。到了工作时间，要做啲准备啦。哇，原来咁细嘅背囊可以有咁大嘅容量。蒙马特背囊独特的间隔设计，可以将多种物品安置得井井有条，而且防震耐压功能够多了啩。偶尔之间，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都是个麻烦，不要忘记它的防水功能。特殊的内污防水材料只需要轻轻一抹就可以焕然一新，而背面采用人体工程学原理的结构和网孔面料，长时间贴身孭住都不会觉得闷热。由于将笔记簿、电脑等大部分背囊的重量紧紧贴合于使用者的后背，减轻大约 20% 的背负沉重感，有利于脊椎健康。小心啊，一孭上去之后可能就不想除返低的了。经过繁忙的一日，手机只是剩返一格电啫，不用担心，只要将 USB 线直接驳上背囊外部的充电接口，无需拿出背囊里面的便携充电器，就可以一路行一路充电了。现代的急速节奏经常令人焦虑，而每逢余下的治安都令人缺乏安全感。怎样才可以找回那份安心、自在和松明呢？蒙马特背囊可以带给你极度无门的安心生活。Give you inspire your gift ideas.